掉了。这个发到哪里了？广东。把那边的机器给接上。哎，这个在我们那边发，这个大件的快的，不划算都很贵的很。那么大一个你还发？一个就100多块钱。两个发快的就是200多块钱。啊，200多块钱放我们那边，放你这边便宜多，只要200多块钱。这样子的，好五斤重哦。那个你们那个房子装修好了？嗯，装修好了。要请客吃饭哦。早啊，你还没搬，明年啦，明年，明年都租你。好，到时候用旧的房凑个头旅游。哦，可以啊。赚了好多钱啊？30万。30万？嗯。哇，姐。不过我们田教练他是家中有矿啊。然后呢，今年还是挣了不少钱了。嗯，差不多今年挣的，今年多少钱就买个车子买个房，就赚一个房买个车。还剩了点儿，你那些都是你向代理发过去的？嗯，这全是我们代理发的。你现在有好几个代理了？现在50个。嗯，但没统计过。60个代理。嗯，没具体统计。那前面还有一个东北的朋友喊我把你推荐给他的。嗯。哎，我推到咱们那里去了。对，我们在咱们听讲的。嗯。他也是想做那个做你下面的代理。就是咱们没有说的。那门槛高不高那个？不高，我们。最低的话可以几千块钱就可以做代理了，4-5千块钱就可以成代理，这个很低的。因为我们这个代理啊，他就是很多人都是没得事的，他选择做我们这个代理，而且看到我们又挣钱，主要是效果好，他才选择做代理。很低，有些人他不是用我们的产品，用到的他就成我们的代理了。哦。他亲戚朋友看到他瘦了，然后他就亲戚朋友找他买，然后他在我们这儿代发，然后慢慢就成我们代理了。他自己都没想过要卖，结果又卖了。这个真的挺不错的，我们田教练自己挣钱的同时还带着，哎，这个王潇，他这个就是那个在他那个也成了你的代理了，对啊，他现在抖音我那天刷小视频刷到他了，他10万多个粉丝了，他就卖我们这个产品，他妈在卖，他妈开了一个美容店，然后美容店里面在卖这个产品，现在10万多个粉丝，然后通过那个产品涨了10万多。我就是那天我就刷到他了，这一个人不是王潇吗？我们还有几个更凶的啦，他就是到我们村里来就是拍视频，现在就是慢慢自己卖不过，有的把账还完了，还有人买车子，有的换车了，多得很，这些都凶得很。哎，典型的案例你都没说出来。像我们田教练真的是可以啊，像前面过来的几个战友啊。现在都已经在田教练的带领下都已经上道了，而且还有一个战友，有一个是核心那个账号，现在好多粉丝了，核心有10多万粉丝，核心有10多万粉丝啊，在抖音上面涨粉好快啊，抖音涨了12万多的粉丝，比我粉丝还多，所以田教练他这个理念是特别好啊，在自己能够赚钱的同时，也能够带动他身边的朋友一起赚钱啊。其实跟我的这个观念就是不谋而合，真的。嗯，自己把钱挣了，然后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啊这些的也一样的把钱挣住，这才是我们做这个的目的，大家一起挣钱。那你们那个房子是他们装修了30多万？嗯，其实不算不巧，你算真的有啊。啊。我们就是全包了嘞，就是13万装修公司。全包啊，包个装修公司13万，13万，嗯，然后一个中央空调，一个落地窗就是7万，就是20万了。一个中央空调，一个落地窗七，就7万块钱。中央空调就是一个空调可以管所有的房间，是吧？对。然后一个窗户，那个玻璃，就我们那个落地窗嘞，一块玻璃就3万多。你那个土豪装修啊？那个玻璃那么厚，然后他们小朋友打来了，然后就是现在是我们的是其他各种软装。还要买的就是乳胶漆又是几万块钱，然后还要买沙发床电视瓷砖这些，赚钱差不多就10多万。哦，就是那些材料是你们出，材料还自己买，材料公司买，但是我们把买的更好了，就是花了更多钱买的更好了，档次提高了。哎，下次去眉山去参观一下田教练的房子啊。有房间多，3个房间。我准备了3个房间可以随时住，到时候下次过去我们就不用住宾馆了噻，要看咱们今天在成都去买床，看他买没买。他去买床了。买床、买沙发、买电视、买洗衣机，这些都没买。这些都还没买。都没买。买三个起差不多就30万嘛。啊，把那些加在一起30万。嗯，对。
哎呀，那好久，今年过年不得搬进去嘛？不得，明年搬。那出甲醛那些要出烟哦，学不出来。我们大人都无所谓，就小朋友。那到时候还要办酒嘛？到时候说嘛。啊，那就花钱了嘛。啊，办酒我们要送礼的嘛，啊，肯定要送礼嘛，肯定要花钱。哦，好好干，加油！哎呀，希望大家都能越来越好啊。嗯。